娱乐焦点，我们则是带您看到 Lady Gaga 女神卡卡结束连续两天演唱会，在今天搭乘私人专机离台。那么卡卡这次来台行程可以说是非常低调，她几乎都待在饭店里。那么小怪兽们守在饭店门口，卡卡一现身，引起现场尖叫连连。顶着一头粉红色金发女神卡卡，穿着一身连身洋装，戴着墨镜出现在饭店门口，守候已久的歌迷开心地放声尖叫。看到小怪兽们在门口不畏风雨等待，女神卡卡也展现她亲民的一面，主动靠近小怪兽，还亲吻他们的手，甚至亲切的合影。亲民的作风让小怪兽们等再久都值得。女神果然魅力非凡，一出现现场尖叫声就不曾间断。而卡卡来台四天举办两场演唱会，共吸引了上万名观众买票捧场。从一开始卖票就话题不断的女神卡卡，一举一动都是媒体歌迷关注的焦点，甚至连运送的行李都能登上版面成为话题。结束四天的台湾行程，女神卡卡在19号下午搭乘私人飞机离开台湾。而这一次的台湾演唱会肯定已经留给小怪兽们最深刻的印象了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